包了好不好？签包，签包。有没有人要啊？这个很少有。包单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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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？少爷，少爷。哎呀，我办好了，好不好？四百五百啦。我以为是石目鱼，原来是丁网腰鳍，我这多少斤啊？腰鳍。丁网啦。丁网，丁网。那次丁网很好吃哦。来过来，我放，我两个水果里底，够两个哦。那是订购很好吃哦。高的好吃。问题下咯。我放，订购本来就很贵了，好不好？上次有一个订购，有一次订购创纪录，不知道几公斤的。章鱼脚来，三百个了。那一万多哎。三百来了。上次新闻有报啊。三百来，订购一吃一万多，真的。好像是六公斤多的订购吧，六公斤多的订购要上次新闻有报，有人标去一万多，订购超好吃啊，对啊，比一般的黄花鱼还好吃。爱想吃的人才会买的。沙发呀，嘿，爱很讲八卦山没办法，八卦山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在丰原的话，哈，在丰原的话，有可能那个护林或是 David Lai 会买，护林或 David Lai 可能会买走。不然的话，干妈也会买。啊，你有小牌啊？我是后切后切，可以，然后就千块啊，这种鸡都碎了。丰原有几个人，有几个客人是专门吃这种的。丰原有几个人专门吃这个的？丰原有几个客人是专门扫这个这种鱼？小胖也会买。小胖也会买。那个订购小胖应该也会买，还有老朋友，老朋友也会买，新粉也会买，对啊，新粉也会买，新粉懂鱼，一千块，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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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五